恭迎菩萨新加坡法语甘露娑婆诃，离苦得乐悟本性，天上人间闻佛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我们伟大的佛陀及龙天护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各位高僧大德、各位法师及各位尊敬的嘉宾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新年好！今天美丽的花园城市新加坡迎来了人间慈悲喜舍的学佛人，让我们用最纯洁的心灵一起在新年之际为新加坡和全世界的善男信女、有缘众生祈福。恭请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十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护持保佑我们，让我们的祈福功德圆满。祈愿仪式现在开始。世界和平大使、联合国世界和平教育大使、2012年世界和平奖佛教得主、世界1000万信众心灵导师卢军宏太平绅士，为新加坡民众及世界众佛友共同祈愿。念诵祈愿者可得诸佛菩萨加持。现在请全场起立。共同念诵三祈愿，祈愿开始。一祈愿，愿诸佛菩萨、一切龙天护法保佑新加坡民众和全世界善男信女身体健康、事业顺意、平安吉祥。二祈愿，愿我们真诚的心祈福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所有亲人健康、快乐、长寿。三祈愿，愿新加坡民众及全世界善男信女
消除业障，人心向善，福慧双收，离苦得乐。请诸菩萨将福祉回向新加坡民众和全世界有缘众生，祈福心得智慧，祈福人得福报，请受祈福人各自报出自己的姓名。请坐下。